欢迎回到我的 channel， 我是 Kell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台中必买的伴手礼。为什么是必买呢？因为这个是很好吃的一个，然后又有一个特色的柠檬饼，因为在其他的店我都看不到，而且我试吃的时候就很喜欢，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柠檬饼是来自益福堂哦，它是拥有百年历史的一个老店，而它有两个吃法。第一种吃法呢，就是拆封后马上吃；第二种就是拿去冰格冰冻过后再吃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好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到底里面是长什么样子。噔噔，是不是像柠檬状一样呢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变切开来啦。而它的那个口感呢，就是冰冰凉凉的，入口即溶，所以大家来台中一定要记得买哦。谢谢大家。